今天呢，这是我第二个 vlog， 也跟斌哥约了一下，然后准备去个饭。你有什么东西是你最不喜欢吃的？胡萝卜。OK， 好，0.5勺盐。哦，看错了，不好意思，是0.5勺橄榄油，不是0.5勺盐。把脚后跟。Cool。 哦。惊人的速度。想住在这吧？想。孟辰，你说如果这个是给你结婚的婚房呢？可以，我马上结，我明天就。来，请出我们男嘉宾。下周日晚，天天向上，家原来还可以这样装。